see your face. That'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. Cause you're amazing. Just stop. 卡！我还没飙高音耶！什么飙高音啊？你个飙高音都无想听入啦啦！你刚刚你哪只刚才开演唱会时，你在飙高音啊？这下面哪个歌啦？这也火星人吧，我嘛唔知。啊，你唱一下唔知影哪个歌？你哪会样唱？你要唱唱，我唱一种。You are my sunshine。五四三二。阿红一声，欢迎大家来唱声。我是阿红啊。我是 QQQ 的红鬼啊。今仔他们说，跟所有听众朋友，要来关心做一件报道大代志。伊讲啊，这个花莲观众哦，伊讲哦，真好笑哈。讲啊，咱这若要去泰鲁阁啊，要去佚佗啊，要去赏美景啊，竟然爱戴安全帽啊，这些拢是。国民党的阴谋。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啊，这个政府啊为了要促进观光的事业嘛，啊，就介绍真多非常漂亮的所在啊，叫大家来佚佗。对啊。好，参像呢有这个阿里山。哦，有小火车。有这个垦丁。春天呐喊。哎，有彰化。大佛。野柳。女人头。个大头啦。啊。野柳一个女王头啦。啊，有女王头。对啊。蘑菇。蘑菇。蘑菇无啊。我太无啦，无啊，你不知道是断我够啊？哼，安尼讲安尼三零八嘛有啊，三零八的质量，三零八有安心呀，哦，够水，真水还是素真水？一去过所在拢水，拢水哦。好啦，莫讲迄啦，上重要的有一个所在叫做中天，全民最大，万数最高，哒哒哒哒。我意思讲讲，咱头介绍说人家这么好耍、这么美丽的所在，讲是所在需要戴安全帽啊。无啊。啊，都不是桥都卖讲，我戴安全帽啊。啊，像所在哪戴安全帽，你敢袂看得到？我戴了一个。对不对？你戴哦，你戴了，这无法戴嘞。吼，啊你这么翕相的钱，啊你相机夹起，哎，啊要甲拆解，拆解。拆解，拆解，拆解，拆解。啊，够够方便。不好看，那倒歪一边啊。那倒歪个，你戴了正。袂使啊，我只有骑马尾啊。戴了正，啊再戴人正，啊你有穿宪兵啊无？有哦，我够有新宪兵诶！对啊，啊这个白色诶，你白色我爱个配白色个衫，啊你配规组，你知道有款有整体性。啊配你都跟嘟嘟啊好啊。嘟嘟。Match。啊你袂看一个啦。啊这种较袂看到诶哟。啊像有查某囡仔人头毛梳得了有够水诶，啊这我一滴都拢闭起啊。对啊，你看这蝴蝶结嘛，叫做蝶辫呢。对，拢变了，也讲阮阿哥咧。阿哥。就阮阿哥头上拢结拢都闭起啊咧，对不对？对嘛，那公司去接触落去戴安全帽啊，你咪笑死人家。对啊，系啊。啊，叫我戴，我嘛不爱戴。对啊。对啊。你嘛不可能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。像我这次，拢嘛国民都敢来害。嘿咩？系啊，迄阵时我马英九，我叫你怀疑，你挑工啊，无爱让一挂人啊去这泰鲁阁去欣赏美景啊，怎么叫吼大家戴安全帽的这家啦？像我这次拢是国民党的疫苗啦，来这阵时调整兵也可以啦。灰怪，你戴安全帽还是很可爱呢。你知道吗？我戴什么都很可爱啊。你有看丁？有啊。那你戴这个。可爱吗？好像剪梯子。很可爱吧？有可爱不？那你也看袂到啦。好啦啦，阿红姐姐你好。阿红啊，哎，不用戴安全帽啦，因为你头发很像马桶盖啊。哎，我想要坐一下马桶。先坐一下马桶。对啊。坐之前要把盖子掀开哦。好，先掀。好啦啦。那马桶盖。老板，不然你帮我卡电话进来啊。我聊，来阿红姐姐你好。阿红，我开车都戴安全帽呢。你骗鬼！你开车你戴安全帽啊？你头发歹去哦。不是啦，我开的是敞篷的啦。哦，敞篷哎呦，啊你是不是豪门第二代你哦？哎，豪门呢？共同住啊，共同住。豪门，你几岁住哪里呀？没有啦，其实我只是天窗坏掉而已。哈哈哈！派去说我家那罗啦，个飞来对拢赢住啦。不然，那公车有来对台什么意见啦？你讲讲。有新闻报道，有一个人吸毒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呢，奈安呢？哎，这些东西。阿舅阿姨。特别好啊！吼啊，这个消息传出来啊，咱生活头真艰苦吼。每一个老爸老母啊，拢希望家己的囝儿啊，会当好啊大汉，卖去做歹代志。但是竟然吸毒，哈！啊，讲五亿，这个老爸老母哦，咱生活头感觉就非常的感慨，就对啊啦吼。因为这篇新闻也就讲过哦，讲有一个阿哥啊，真感动啦。阿哥呢，伊本身呢一直抱着这毒心啦，啊，用毒心来对待啦。自细汉呢，请用的四个卫生啊，甲四个这卫生走囝，安尼慢慢啊大汉大，安是捏一捏捏个大汉，吼，家己啦，这囡仔当作是家己的，伊款囡仔就对啦。啊，佫放弃掉伊家己的理想，一日干唔着有一个囡仔安尼哦，拍拼啦吼，真无简单，才甲囡仔请用大汉。这新闻啊，听起来
心肝头有够感动，感动到咱敢那想要唱一条歌啦。什么歌？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。哦，你来看嘛。我合音袂歹哦。袂歹袂歹，规个拢走。嗯。但是无重要啦，重要是讲我妈妈真正足有爱心的。有爱心的安心阿姨妈妈嘛是啊，安心阿姨伊早做善的时阵，伊妈妈甲伊共食一碗面哦，阿姨妈妈都甲面互伊食，阿姨妈妈家己啉汤够伟大呢。安心阿妈真伟大，我只系听种比你就知影，安心阿姨你看外骨好多。袂，无啦，使无啦。我是安尼讲食面，阿姨母拢啉汤。因为伊妈妈甲疼。时阵啊，他真是一回尔，两回尔。嗯，啊，即款一回尔的代志，你也知影。嗯，啊，我伊粉丝，伊什么代志拢都知啊。真的哦，哎，最近有什么活动无？伊最近。哎，无重要啦，最主要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哦，像各位亲爱听众朋友，咱也拢做人的时阵哦，尤其是母亲节特别搞的时阵，你要好好孝顺老爸老母。对。好，母亲节搞，大家开始想啊，我送什么款的礼物，啊，请妈妈要食什么款的大餐，吼，迄拢无重要，重要是你要感谢侬妈妈，自细汉你那辛苦，甲你啊聊到大汉时阵，你来对。也非常的好，所以讲这个囡仔安尼怕因老母哦，佮吸毒的哦，这个囡仔绝对唔是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少年家拢真友好，卡所以那是台湾人，迄就是拢阿强海一边的歹关系，对唔？所以讲这些拢是阿强阿因了，阿强接到只后悔，继续是阿红一下咁多啦。拜拜，哎，西啊，拖到讲好，因母亲节袂使来上班啦，伊要带因母啊去过母亲节吃大餐。你听着碰风骗鬼啊！伊就是要去爬妹妹啦。你甲讲，讲我甲伊妈妈已经约好啊。迄天的时阵啊，要做电台特别节目，叫伊乖乖甲伊母啊，带来上我的电台节目。好，我想要绕跑，偷带，我想要走哈。我有问，这样子都是我母亲节也会放假，我带妈妈去吃大餐，妈妈我爱你。